去年被爆料热恋同经纪公司师妹 Jenny， 不过两人其实从没公开认爱，近来有眼尖粉丝发现 GD 个人品牌的 IG 账号已取消追踪 Jenny， 因此爆出分手传言。没想到13日又传出 Jenny 和防弹少年团 V 共游济州岛的消息，后来有粉丝出面帮忙澄清，表示照片是 P 出来的，爆料原 po 也已经道歉，不过还是难以平息双方粉丝的怒火。针对恋爱传言， Jenny 所属的经纪公司 YG 娱乐仅仅回应无可奉告。这两天各地娱乐圈内 GD、 Jenny、 V 三人之间的消息成了最关注的焦点。而根据还没24日报道， GD 的自创品牌官方账号头像改成了一张比中指的照片，该服装品牌虽然是 GD 亲姐姐负责打理，但实际经营者是 GD， 而该账号过去本来是用品牌 logo 照为主，却突然换成了中指照。由于他与 Jenny 的分手传闻处于风头上，马上就又引起讨论。事实上去年年底防弹少年团各成员开设 IG 时， V 的 IG 除了团员外只追踪了 Jenny 一人，但是他马上就取消追踪，还问粉丝有没有方法不显示 IG 推荐呢，这 APP 真可怕，间接解释了追踪 Jenny 是个意外。不过随着这次传出绯闻，当时 V 手滑追踪的意外又引起讨论，对此所属经纪公司 HYBE 目前并没有发表任何官方立场声明。